少，但是吼，咱吼针对这个安尼饮水的这个抗争吼，咱嘛无安松懈，所以伫咱鹿港公所吼所规划这平淡线吼，啊，会咱讲吼安尼啊，将平已经也咧完成吼，因为这平淡线吼，这个上岸这个支流，咱讲连接吼到咱这鹿港高。是卖的，咱讲是也很针对咱这老街这饮水的问题。但这时间过程中吼，也拄着吼足侪啊这问题，包括这个啊管线吼，这个问题安尼，吼咱这工程进度哎，都受到一个阻碍。啊，咱涛哥吼，这陈秀宝立委服务处，啊，搁张亚勤代表吼，大家共同努力，跟台电吼一个协商，咱讲是上短时间内，啊来安尼管线吼，啊这个、管线一个迁移，后来这平安线吼，这个香港这个支流吼，也当讲还很。顺遂的吼，啊，你甲你主持哦，现在来这来做这外工，开那么一段时间吼，啊，这个针对开会想做进一步想哦，啊，一般交通啊，做咱旅游关注哦，交通上哦，增加交通不方便啊，车载吼，啊，当多方吼保留甲提供，啊，怎么变啊吼，啊，来人到过来开杂些的，将这卫生的工作吼，来做些宣传，啊，因一年吼，这个会员的对。啊，咱一点吼，啊，针对吼，这个唯一的，那个情况是路面，那一点都慢慢完成。所以吼，好，咱来平潭高速到路面高速一点，就来组合吼，安尼刚好通通电吼，就可以安通行。平淡线的那个工程啊，我其实还拖的还蛮久的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跟台电反映过，因为刮刷咯吼，他们没有处理好，我们高雄这边就是无法去完成。啊，何刚在讲，也暑假内已经完成了。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学校的两边的交通。他，啊，希望吼，哦，以后如果有任何的工程啊，台电啊、中华电信啊，然后一些那个自来水厂的，可以配合我们公所这边继续的让我们那个好管理啊，然后好施工。谢谢。